展的机会没有把握好，但是这次有在香港的机会，我能够把握住，所以。这次冠军颁奖全体所有球员，我们林轩今天打出了全垒打，孙浩伟今天打出四支四垒打，掌声鼓励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那这位新的球员进来进行我们的抽奖，可以看到我们欢迎。有球员知道，即使状况不是那么的好，那在台上还是有很多球迷一直在台上为你们不断的加油，希望你们可以知道，那希望这季就好好调整，下半季重整旗鼓，那迈向总冠军，谢谢。谢谢，真的，我们总会。